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学生关怀长辈，接下来带你们看到的是三支区长，他每个月呢都会来到独老家中为长辈庆生。十月刚好是张秋金元阿嬷91岁的生日，公所呢准备了老人家最喜爱的古早味蛋糕，要来帮阿嬷庆生，也趁着生日跟重阳节在同一个月份，要祝福张秋金元阿嬷生日重阳节都快乐。为了要照顾区内的独居长辈，三支区长每个月都会来到独老家中为长辈庆生。十月刚好是张秋金元阿嬷91岁的生日，公所也准备了老人家最喜爱的古早味蛋糕，来到阿嬷家中要来帮阿嬷庆生。而平日里关怀备至的志工也一起来祝贺。啊，我们就是他，像他有时候之前身体不好啊，我们就带他去看医生啊。啊，有时候他就是帮他送餐，因为他女儿会，他送餐，因为他吃药了，他女儿不会帮他用。他就没有吃了。我们就会来帮他用。有时候就拜托邻居来帮他用。我们如果比较没有空的时候，就拜托邻居这样子。志工组长说，张秋金元阿嬷91岁，平日里还要照顾70多岁的女儿，相当辛苦，所以常常过来关心。而高龄的长辈难免有些病痛，阿嬷偶尔会忘记吃药，志工更是每天都不厌其烦的提醒，就是希望阿嬷可以规律用药。而庆生会上，区长与科长、公所同仁还有志工们都一起帮阿嬷唱生日快乐歌，气氛好热闹。今天特别来到我们忠孝街这边关怀我们张秋金元老奶奶她目前跟她女儿独居在我们三芝地区。那因为今天是她生日，那我们非常谢谢我们有我们的爱心的一个蛋糕业者，她也提供我们一个爱心蛋糕，那我们一起来跟我们的长者一起来欢度她的生日。另外因为马上就是我们的重阳节了，那我们也问过她，她也有办理汇款重阳礼金已经汇到她账户里面去她也非常开心。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彼此来关心，来呼吁更多的人来关心我们周遭的长者。阿嬷亲手切蛋糕，更一起与区长分享生日蛋糕话家常。而重阳节将近，区长也提醒阿嬷要记得去刷存折，看看礼金是否进账，趁着生日与重阳节的重要月份，祝福张秋金元阿嬷生日重阳节快乐，也希望阿嬷可以一直健康长寿，要许下明年生日还要一起过的心愿。记者奥平涵三芝采访报道。